功夫是什么？有两种，你打功夫技术非常好，但是你要打你心里的功夫，你要把你自己的游戏锻炼也是功夫放一起，就是万里的。我叫严明，我来自科特基瓦。我2015年呢来少林寺，我在少林寺差不多5年了。我就感觉在少林寺，我学了少林功夫、少林传统的文化。一个人不管有什么困难，你要坚持下去。然后一个人呢，要学会做善良、做好人。然后学得到的东西，你要分享一下。我学好了，我必须要传播，我需要分享，跟其他的人要学习。这边呢，现在我的目标，我的现在我可以说不是说目标，但是工作是全国的文化，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，在不管是哪个国家，非洲什么什么，他们也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。